Hello， 大家好，我是马修。看昨天影片就知道，未来玩星穹铁道了。我自己也是个崩坏老粉，这礼拜没上片都在玩这个。崩坏会变成一个超级大坑，可能最近都会上崩坏的片，各种教学攻略和剧情。这次要来讲讲魔女宇宙六，看标题就知道我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完全无氪，连月卡和无名巡礼都没有买，只用送了四只免费角色通关魔女宇宙六。前面讲讲我的装备、命途、选卡思路。后面进最重要的可可利亚实战影片，欢迎收看《崩坏铁道》系列。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先来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玩。首先，我角色很少，我也没有多花心血去抽角色，看大家都有用漆黑的五克大人，或是希尔来打，或是其他角色。本来想说等之后用等钱的装备来压制宇宙六，因为没角色加上我想留心穷抽卡夫卡，但我还是想要试试看。所以研究了将近9个小时，我终于打通了。频道里还会有一部是用虎克大人打的，那不实用性就高很多。除非你像我没角色又死不去抽，不然不要用我的打法。这个自虐程度不是一般的狠，算是一种高难度成就吧。阵容是火主角、单痕、艾斯达、娜塔莎。单痕是本来就有的角色，其他三只需要玩家去解主线剧情解锁。想要来给大家看一下角色练度，基本上行剑、光锥都是目前的满等。仪器的话平均都是加9，没有强化到满。火毒角我给他静天照中的圣骑士三件，为什么有三件？因为我刚好没有手套，我也不想花星球买体力去刷。属性的话分别是加生命的头，加防御的身体，加防御的脚。手的话我给他随便带个铁卫的银铃手甲，属性是加攻击力。饰品的话我是随便带的，因为我用的饰品不多，是两个加攻击的太空封印战。那拉莎我给他云雾流气的过客，因为两件套装的效果是增加治疗量。四件套是开场给一个战绩点，我的队伍很吃战绩，所以这一点来说对我很重要。属性分别是加生命的头，加治疗量身体，加攻击力的手，加生命的脚。饰品也随便带的，分别是加防御力和物理攻击。单行我给他野碎半型的快枪手套装，分别是加生命的头，加攻击的手，加暴击的身体，加攻击力的脚。饰品是生命的欧瓦克两件，分别是加攻击和生命值。最后一个艾斯达，我给他两件熔岩断柱的火将，可以增加火属性伤害，分别是加生命的头和加攻击的手。另外两件就是快枪手，两件都加攻击力。饰品我选择盗贼公国的塔利亚，一个加攻击，一个加火属性伤害。而最重要的就是火主和艾斯达。火主的命途是蠢户，在途中会有不少精英怪需要火主扛，所以在生命和防御这部分会特别要求，也需要应付伪王可可利亚的召唤物，就是那几根冰柱还有存货的伤害。大招也对冰柱、克克利亚、布洛尼亚有很高的效果，因为都是弱火，使用战镜拿能量会比普攻多，嘲讽或被打也会拿能量，这样火主的大招会有很多，在控进度条和护盾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嘲讽的护盾也多少挡住冰柱和存货的伤害，因为要准备扛下克克利亚大招。最重要的是生命只要多，最好就是满的。在为王死掉的角色基本上就可以重来，所以强烈建议不要赌。再来艾斯达，可以说是宇宙六的主角。艾斯达的破盾速度非常快，伤害也不低，并且大招能够加速，基本上控进度条就是艾斯达的活，所以我装备给他很多增加火属的伤害，还有击破特攻的伤害，这样破盾会很快。断克格利亚大招的容错率就会增加，还有比较好控制冰柱和布洛尼亚。单痕就是一个减速补伤害的存在，控制进度条的方面也需要他帮忙。娜塔莎就是奶，也因为布洛尼亚第一弱是物理，在破大盾的方面也会帮不少忙。角色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命途。我自己是用丰饶，但也需要捧几张别的命途卡。丰饶上有几张优先度最高的卡，一星的有法语、甘露、怨印，二星有大圆般若船、明澈琉璃神，三星也最重要的丰饶众生、解行。法语能够增加生命值上限。刚刚有提到，要扛下可可利亚大招的重点就是血多。怨印在破盾后能回血，在未亡的时候会常破盾。多拿这张牌能大大增加生存机会，甘露增加回血量，大圆般若船一样能增加补血量，那塔莎在群补或单补时压力会小很多。明澈琉璃身就是拿来扛大招用的，我会尽量在爆大招之前把所有人补满。再来是丰饶众生一法戒心，被补以外的人也会有 30% 回血量，给白鹿跳治愈很无敌，主要是大幅降低那塔莎的压力。我火主的光锥是放大招会有一些，火主在宇宙六开大的次数非常多，这也提高队伍生存机会。再来是非风柔命毒卡，毁灭的轨道红衣能够增加生命最大值，因为不止可可利亚大招，其实冰柱打人也非常痛，所以多这张能轻松一点。再来一样是毁灭的回光效应，敌弹是致命伤害，
如果在爆炸到之前血量没有满，甚至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那基本上就稳死。复活一次来增加这个唯一的容错机会，因为鬼王一旦死一只就可以直接重来了。最重要的牌就是这些，开局可以直接无脑拿丰饶，把命途回响和第一个回响勾引拿出来，回响勾引第一个优先拿这个，直接把命途回响加一个被动，让你每回合都可以回血。在打前面的基因怪时会需要，开场我习惯拿起物，有几个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能让你选两次牌的降维骰子，能免费重选一次牌的混沌灵芝，必定会出现三星卡牌的福灵胶，升级和重置卡片都打折的信仰债券，最后最重要的丰饶火旗，当下会直接拿到一个随机丰饶卡，并且之后选牌的时候丰饶几率也提高。如果开场能选到这些的话，在之后比较顺一点。宇宙技能数的话我没有刻意去刷，所以其实跟各位差不多甚至更少。那么前置该讲的都差不多讲完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会尽我所能的回答。那接下来就到鬼王和格利亚的环节，会直接跳到二阶段，因为一阶段很简单，大不会放大招也不会波罗尼亚，那后面的部分我都用字幕解说并不会配音，如果想要看宇宙六全过程的话我也会上传到频道。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I'll be waiting till we make it. Oh, we will see. Come with me, take the journey. Take the journey。Wrapped in biting wind, hearts will never bleed. Frozen and banished out of greed. In their restless dreams, they try so hard.Is flutter and sting within this bleakness. Pain will come with the blade. Pain will wake up the desponding crowd.WHERE